哇，彤彤很忙哦，看他在干嘛？他在铲雪，用一只煮饭的铲子在铲雪。哇，我们来看看 Daddy 在干嘛。哇，彤很忙 ，Daddy 也很忙 ，Daddy 在做 snowball。哦，我给彤，他们两个在外面玩雪，好高兴哦。哦，彤又来了。哦，看弟弟哦。